陛下，陛下还说了要把他千刀万剐的。不会的，陛下说的一定是气话。我相信，陛下不会那么心狠。我本来只是想着，绝对不能让你受冤。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那么大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肃王殿下。 肃王殿下会不会因此受到牵连啊？真儿姑娘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兰昭仪要害皇太子是事实。贤妃，真儿姑娘，心善，不愿与人为敌。但是这宫中啊，其实人人都像你们二位一样，所以这防人自保之心是一定要有的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。 都是欺上八下的。明玉，这一年来，因为官居殿排挤咱们，这各个殿里，谁不是有意无意就给咱们使绊子？借这机会，就踩咱们一脚，揍给官居殿看。只有兰昭仪，她虽然与咱们不来往，但也从来没有害过咱们呀。真儿，我和你的想法一样。 可是事已至此，这并不是你我所愿。我只希望不要再牵连无辜了。我去太医署拿点安神药。 陛下和姐姐才失去皇太子，心里一定很难过。这些天啊，你可一定要留意点，不要再让人家触景生情。知道了，贤妃，奴婢会特别留意的。今日一定把你吓坏了吧？自从你来到我这儿，就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。 让你受委屈了，贤妃千万别这么说。奴婢家中是受过燕王殿下的救命之恩，只要是燕王殿下吩咐的，就算上刀山下油锅，奴婢也绝对不皱一下眉头。更何况是伺候贤妃和小殿下。贤妃，俗话说得好。 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您这么好的人品性情，放心吧，老天一定不会亏待您的。什么云开见月明啊？我只希望我们起源好好长大。 所以就让我娘亲受难。对不起，滚！我叫你滚啊！这算什么？可怜我是什么？ 开门啊！开门啊！
两位大人可是有要事禀报，陛下和娘娘都已经休息了，赶快通知陛下，极光阁的蓝昭仪咬舌自尽了。是。你们说什么？殿下，我娘亲怎么了？殿下，这……说啊，我娘亲到底怎么了？殿下，蓝昭仪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咬舌自尽，已然身故了。娘，娘，娘！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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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任何人不能让开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让开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现在心里正不痛快，你这样夜闯大理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凭什么？你觉得我还会在乎？我娘死，我娘被你害死了。我对你，我恨不得把心都挖出来给你。你看不上就算了，你还要把它踩在地上，踩它，践踏它，你满意了？李正，我娘被你害死了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的手不用你来指手画脚，等我这死，开门！对不起四王殿下，我对不起他。我眼睁睁看他闯进了大理寺，可是我拦不住他。明玉，他恨我，他恨我。明玉，他说他恨我。可是我不怕他恨我，我不怕他恨我，我害怕他冲动起来，陛下发怒牵连于他。我好害怕，明玉，我好害怕。正。
没事的，别哭了，我的心好痛，好痛啊！真儿，一会儿啊，我去找齐姐姐，先去劝回素王，别让这件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明日我们一起去七福殿，无论如何也要给蓝昭仪点一盏长明灯。按蓝昭仪所说，谋害皇太子皆他一人所为，供词也全都对得上。蓝昭仪死不足惜，不准入葬皇陵。肃王夜闯大理寺，罚俸三月，安排他去燕王营下，让他把他身上那股多余的劲儿好好用在前线杀敌上。往后宫中谁还敢兴风起浪，严惩不贷。遵命。心中同你一样难受。你养好身体，莫再胡思乱想。朕给六皇子的封赏可都办好了？回禀陛下，老奴都办好了。是朕一时与名誉之气立了皇太子，让启恒小小年纪成了众矢之的，是朕考量不周。朕数次怀疑名誉，终是朕辜负了他。走吧。陛下，贵妃，都是假的，一直都是假的。我本来我从没正眼过，自以为得他心，自以为得到无人可比的恩宠，却原来也是明玉他不要的。他不要的，他一时之气才给了我。所以我可怜的孩子才落得这个下场。贵妃，你没事吧？别碰我。贵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般对我？陛下下令围困锦州，多半是他意气用事。这锦州城虽不大，但是关乎着大梁的命脉，固防严谨，实在是块硬骨头。殿下，人人都道这一仗是苦差，你又何必？放心，我自有对策。陛下亲令
请燕王殿下接旨。臣接旨。谢陛下。陛下要把素娃搬过来，兰昭仪谋害太子，事关重大。陛下，名义上是罚素王来历练，实则是将他支开和撇清，还想故意害在明玉的头上。萧承瑞，你真是枉为人父。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。明月，小皇子好像很喜欢你哼的曲儿呢。你喜欢听啊？那你将来也做一名大英雄好不好？飞出这宫墙外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小殿下长大了，肯定会像燕王殿下那样，做个大将军的。给陛下请安。给陛下请安。臣妾见过陛下。六皇子先抱出去。是。着急抱走干什么？六皇子一直在闹叫，怕惊扰了陛下。朕连自己的孩子都瞧不得了。孩子，陛下对一个质子兴师问罪的时候，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？臣妾又放肆了。朕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朕忘记了，无论朕怎么解释，你都不会在乎的。你想怨朕就怨朕吧。臣妾不能有怨吗？是，臣妾不能有怨。臣妾对陛下就应该三跪九叩，以谢皇恩。朕几时让你叩谢皇恩了？朕要的只是你的真心而已。是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的真心可全都放在了朕的身上？那陛下呢？陛下想要臣妾，只不过是想跟我叫个输赢罢了。即便朕要个输赢，你为何不能像其他女子一般慈服于朕？为何就不能让朕赢个痛快，非得拗着性子抗争到底？贺兰明月，无论朕如何宠爱你或是冷落你，你都不在乎。朕倒想问问你了，朕该怎么做你才能真心的顺着朕，只爱朕？
曾经成亲，也想放弃过去的一切，好好对陛下。可当臣妾拿出真心的时候，陛下是怎么对臣妾的呢？恕臣妾直言，当陛下强迫臣妾承恩的那一刻起，臣妾对陛下只可为君，难以为爱。臣妾现在已经别无他求，只希望陛下能够放过臣妾，让我们母子俩在这宫中自生自灭，便是对臣妾最大的恩典。好一个只可为君，难以为爱。你是要与朕恩断义绝吗？朕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是怨朕被朕困在这皇宫高墙里，你憧憬的是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人，外面的那位将军，那位英雄。大胆萧承旭，竟敢把我的命令当成耳边风！谁许他擅自让士卒轮班回家的？谁许他应该在围逼锦州的时刻退兵三十里？三十里的大缺口给了大量多大的方便？陛下，暂且息怒，不如先问清楚情况再说吧。朕清楚得很，这已经不是他放肆无度第一回了。上次历城一战，他强征粮草，以为朕不知道，朕宽容他一回，这便有了第二回。李清，传朕的口谕，命成王率兵前往锦州换防，命萧承旭和同时围城的将领立刻回师。臣遵旨。还有，命萧承旭在城外扎营，不许进城，你就在城外等着他，把事情问清楚，朕想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。是，陛下。李相，臣拜见皇后娘娘。究竟是何事让陛下如此震怒？不知可否告知？燕王殿下这事儿，可大可小。若是说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也未必不可。只是，到底是再三触了陛下的逆鳞，也难怪陛下会大发雷霆了。同时围城锦州的将领还有谁啊？裕王殿下、肃王殿下都在，还有郑王殿下的两位妖子。这不是亲王，就是郡王啊。是啊，这下子恐怕风波不小啊。明玉啊，锦州这地方真的那么重要啊？锦州是咱们梦寐以求的据点，可就是打不下来。陛下图谋了他十年，终归还是没有得到。那个归降却又反悔的小林将军，把锦州守得固若金汤。
我看这回啊，陛下是跟锦州耗上了，耗得他们人心涣散，不战而降。那程旭为什么要放任手下回家，还退兵30里，惹得陛下雷霆大怒啊！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用意，不过我在想，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可是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即使他有道理，陛下也不愿意听。但愿是我想多了。李相，坐下来慢慢说。啊，不必了。燕王殿下，你可知陛下的震怒之情了？震怒？原来如此。陛下突然要八皇兄接受我主帅之责，不顾我快马上奏的战术安排，只催我营全部将士返京，又将我们堵在城外，不予召见。原来是想拿问于我。燕王殿下误会了，陛下只是想问清事由啊。那如果是陛下误会了，还请李相立马带我回京，我当面向陛下解释清楚。这怕是殿下不把事情说清楚，根本就见不到陛下。果然陛下不问不查，就要治我们的罪。九皇叔，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，这下好，咱们可都要葬送在你的手里。李相，这来龙去脉陛下难道不想听听因果，不想听听道理吗？平日里就算战败，也没有不让进城的，除了四皇叔那次，他的下场。你们放心，就算要掉脑袋，也是先从我开始。李相，不知道陛下到底给我安的是什么罪名？这第一桩，强征军粮。强征军粮，原来陛下早就记在账上了。强征军粮，那是我们的无奈之策，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。但我们打下城池之后，已经将粮食悉数的归还给百姓了。只是此事过于冒进，好，这桩姑且不提。再者，殿下可曾善选士兵回家探亲呢？没有。士兵回京，那是轮班修理甲械，公事完了回家看看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外人不明就里，倒像专程回家探亲，这个说法根本就是没有的事。还有，殿下为何不遵令向前突进，反而撤兵30里呢？锦州城内号称囤了4-5年的粮，而我们只有人的粮，可马呢？除了我，没有人想到马。陛下说要打锦州，这才1年，驻防的草从春到秋已经所剩无几，只有驻地外围还有一些牧草。那可将马匹放到外围牧养啊？李相莫不是在说笑啊？人在内，马在外，若大梁士兵发兵突围，内圈有人无马，外圈有马无人，该如何是好？可话虽如此，退兵30里何其凶险，这万一让城里和援军取得了联系，该如何是好啊？危险也好，冒险也罢，我们不都没事吗？而且陛下和李相都忘了2月的捷报吗？狡辩，分明就是狡辩。陛下息怒啊，2月那场仗的确是燕王以退兵30里之计故意假装疏漏，引诱灵骑派兵突围，结果被狼啸营一网打尽。因此燕王这回为了牧马退兵30里，想来那灵骑
也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吧。还望陛下姑念二月这场胜仗，就开恩饶恕了他们吧。那完全是个侥幸，他根本是在拿军国大计在做赌。事到如今还不肯认错，此例一开，以后谁都可以自作主张。燕王过去的确忠诚，的确善战，相信大家有目共睹，可如今他却恃宠而骄，大胆违命，辜负了朕的信任与恩典，令朕十分痛心，为凭众议不得不加以处置。郑王，遵旨。明月，陛下今日派郑王去问燕王殿下，要他说自己该当何罪。皇后让我带句话问问你，这事到底要不要紧啊？怎么会不要紧？陛下那么自负，看来这回他是跟程旭杠上了。那陛下究竟想怎么样啊？陛下这次是想让程旭诚心跟他低头认罪，然后再看要杀还是要赦。什么罪啊？有这么严重还要杀头？严重的不是罪，是陛下心里的鬼。从穆王妃殉葬的那一刻，他心底便埋下了。程旭若一直顺着他，他便可放心，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对，他心里的鬼便会蹦出来。再加上他知道了我和程旭的过往，便对程旭的疑心越来越重。那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相信程旭一定会有对策的。我们先静观其变，等等看。好。荆州送来的密报，你看看。陛下是真不顾你的解释，非要拿问你。他这是一定要置你于死地啊！不知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，他突然这么着急，还用这么牵强的理由来治我的罪，连自己贤君的招牌都不要了。哥，他不仁，就不能怪咱们不义了。咱不能耗着，现在就率领人马退居应城，然后里应外合扑了燕京。别急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应城也远，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做好准备。我现在已经密信给王尚书了，我让他在朝中用舆论制造影响。我们浴血在外，为这些不算过错的过错就要杀我们，那陛下总要顶得住群臣亲贵的质问才行。如果他真的一意孤行要杀我，先礼后兵，我们也算仁至义尽了。报，禀报两位殿下，郑王到。李相不是已经向陛下转达我的解释了吗？你的解释陛下并未采信，他只是要问你该当何罪。当初陛下与我主帅之责，出征之前亲口嘱咐，战场上变化莫测，将在外君命可以有所不受，这是陛下亲口所说。难不成转眼就忘了吗？臣弟实在不知自己身犯何罪，只知军心难测，我在外征战许久，已经摸不透了。
如果陛下真要这么逼问的话，那我只有一个字，死。那我也一起死。我们领兵在外，什么苦什么难没有遭过，但保家卫国这些苦就不算什么了。但眼下陛下的所作所为何曾不让人寒心，我愿意死。父王，如果九皇叔打了胜仗都该死，那我也该死。我也该死。父王，末将也愿赴死。汉皇兄，九皇叔的决定我们好像都很赞同吧，你好像并没有反对啊。既然各位叔叔兄弟们都说该死，我理当同罪。请二皇兄代我向陛下回话，我们并非挟公自傲之人，只是实话实说，还请陛下明察。启奏陛下，燕王说他只有一个死字。燕王有负圣恩，唯有一死方能自赎其罪。另外肃王说他与燕王同样是亲王，有督战之职，燕王做出决定他当时未觉得有何不妥，所以并未加劝阻，故而也难逃其罪。燕王自认死罪，肃王说他也甘愿领死。除了肃王甘愿领死之外，豫王、义昌王、威武王等也都自言其罪，甘愿领死。陛下，臣痛心疾首，拿不出任何主意，请陛下定夺。请陛下开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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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陛下先喝点汤羹补补身子吧。陛下还在生燕王的气，自个儿的身子也重要，而且陛下最近常疲惫，一定要好好调养，免得肝火旺。让朕如何不生气，这该死的萧承旭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，以为仗着那功劳就可以妄自尊大了。陛下说是这样说，可是燕王都自请死罪，陛下可不还是轻轻罚了？光罚罚俸禄当然助长了燕王的气焰。哼，还不是二皇兄做的好事，朕要他问萧承旭一个人的罪，结果他给朕牵连出一串人来，都还自请死罪，依朕看这都是他们背后串联好的。他这分明就是在要挟陛下，既然他们想死，陛下成全了便是啊。哪这么简单呢，这些人不是亲王就是郡王，这一下子
怎么损失得起这么些将才？朕也损失不起朕的威望。更何况，这其中还有起汉。是臣妾失言。肃王是陛下的长子，多么要紧的人啊，怎么能说死就死呢？臣妾太无知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陛下的圣旨也发下去了，还是陛下大度，饶过了燕王。原本让朕饶了他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是被他们逼着嫁着，像是被胁迫就范一般，朕心不甘。萧承旭这小子竟然敢反过来将朕。李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奉旨缴清了罚银，领了罪，不就该入宫谢恩，事情就算了结了吗？可为什么还不让我们进宫？陛下有旨，今日不得空，请诸位各自回府吧。哎，怎么还真没完没了了？坚持恨不得今生永相见，你落下的缘与我化成两端，我落下的情心中默契未干，如风回雪，如云蔽月，如我隔夜醉眠，满纸惆怅如你。你落下的缘像个沧海桑田，我落下的泪沾满一路高悬，此去归途此生漫漫，浮生悲欢。